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。今天呢，又抽到了一个小粉丝和我单挑，咱们呢，先和大家聊一聊。Hello， 你好啊。林旭啊，你每天更新那么多视频，这剪视频会很累吧？希望你们多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啊。哎呦，这个小粉丝还挺关心我的，不错不错。你多大了？我11。那你成绩咋样啊？平常语文数学考试也就80吧。你这不行啊，上几年级了？5年级了。想当年我5年级的时候，那可是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啊，我还是班长呢。下次考试一定要100分啊。好，我尽量努力100分。啥叫尽量努力啊？一点底气都没有。算了，不跟你单挑了，我还是跟别人单挑吧。好，我一定不负你们所望。行，那我相信你啊。那你想跟我单挑啥？冲锋加我一个可以吗？没问题，那咱们单挑开始。小伙伴们，我这小黄金风衣咋样？哎呀，看到这小子了，敢偷瞄我，直接拿下，舒服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一点竞技精神都没有，枪也不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再次给他拿下，哼，又来了啊，直接上，提前枪，哎，漂亮。哎，不是，这小子不是说拿维克托吗？他竟然拿 UZI， 不讲武德啊！我预判这一波他会从前面出来，坐下吧。哎呀，牛批啊，把我给拿下了。其实这对掏呢也没啥，就是跟粉丝一起娱乐一下。对面呢也就11岁，我赢了呢也没啥光彩的。我单挑的目的呢就是给大家带来欢乐啊，顺便让大家通过这个方式认识我零零七号，咱们呢交个朋友。反正我只要抽到你了，就会给你整个赛季手册。不过这个前提肯定是你懂的啊，得关注一下我，对吧？然后评论区留下你的邮箱ID，每天晚上啊来我直播间，扫码上车给你们整手册。好了好了，视频结尾呢，老规矩，把手册给他整一下啊。先搜索一下他的邮箱ID，不想再离开你，然后直接点击赠送，搞定了。希望他拿到手册呢，可以好好学习，然后开开心心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是07号，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